宝贝，宝贝，你的秋装衣服到啦！你看140的，有一个是紫色的，还有一个是绿色的。这个是你的，这个是也是你的。小弟弟也能穿，你也能穿，知道吗？它这个面料可舒服了，打开看一看。你看它上面有一个小公主的一个小花型，它的面料是一个，是一个得力绒的。你看，看到一幕，打开看一看，好漂亮，看到没有？看这是一个什么花型？这是一个小女孩，还抱着一个小花花呢，看到有？你看，它是一个小弧形的，而且这个面料可舒服，可软了，知道吗？穿上又舒服又得劲儿。还有一个小蓝色的，蓝色的弟弟也可以穿，你也可以穿，知道吗？这个好几个颜色呢？你看蓝色的，它上边的图案是一个小杯子，看到了吗？小奶茶的，是不是？奶茶的。干啥呀？你怎么掉了桌子底下去了？有的天，你太激动了吧！快起起起起起起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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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喜欢哪一个？两个你喜欢哪一个？你喜欢这个紫色的，是不是？看姐姐。哇，好漂亮啊，宝贝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哎呀，好软，是不是？